我想那么稀缺啊，得先换上组织，我操！就得一个其他的加十四，我提升我都没行。那不是别打一吧？对面冷门，冷门别开，冷门掉来了。来了。来了。我他过来还。那行了，就跟他们减轻负担，我操，还多少事了，我操！什么减轻负担？你喝了再去给修手了。你写完了都完事了，我提前一验看，十点在哪呢？还没来呢。到了，他比我来早，你知道吗？他比我来快点，我就赶紧，哪时间写这么长时间，我赶紧过来。他济南来的。你没内勤啊？找你们内勤，写个单子。自己能办事，找他们了，再耽误就找一圈。哎，愁死了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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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司这号儿能改套餐吗？啊？那不行。公司的号儿能改套餐吗？那话费太多了。可以啊。不改了。太贵了，